什么素质啊！活该是我们啊！啊，李典，打了多少次电话？你催什么催？前台不是我，我找不到家了。哎，你说的我听不懂。工作人员畜生！面对客户啊，要始终保持微笑，不是假笑，更不是皮笑肉不笑。哎，老师，是微笑，不是放声大笑。我是负责内心的。啊，你的慎用。